舅舅，我特别特别想你，你干嘛不到我这儿来啊？哎呀，我也想你们呢。不过最近因为富贵的事啊，我们伤透了脑筋。哎，舅舅，你说那个老伯伯会不会就这样死掉了？那这个事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如果他死了，富贵啊也活不了。哦，罗公公，罗公公，您别走得太快啊，您的心会承受不了的。马公。哎，老伯伯，老伯伯，你怎么了，老伯伯？你怎么了，老伯伯？来，来，坐好，坐好啊，坐下。哥哥摘番薯，妈妈煮番薯，妹妹吃番薯，弟弟变番薯。大家一起放番薯屁！你，怎么了？他们原来是旧情人，他不会是小牛的爷爷吧？哎呀，别忘了，他是个太监。大哥，原来他们是兄妹，兄妹！哎呀，老天爷没有那么绝了，对呀，太好了，太好了，大哥。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老了？傻姑娘，咱们上一次见面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50年，哥哥找了你好久好久啊，就是找不到你呀、啊。哥哥，自从你进宫以后，有一年闹旱灾，家里没有东西吃，娘把我送到避雨塘去了。妹妹，你现在可好？师父对我可好了，大家对我也好，齐凤对我最好了。你是我妹妹什么人呢？我是齐姑的徒弟。哎呀，你们也是一家子嘛，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了。就是我妹妹教你做菜。是啊，对对对对对对。大哥，你救救富贵吧。你救救富贵吧，是啊，我求求你，大哥，求求你，都是一家人，哪有不救之理呀、啊？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罗公公，走。齐凤，富贵。好想你啊！我也很想你。你知不知道我多害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也一样。我跟自己说，不管在里面多苦，我都要撑下去的。我也一样。我还跟自己说，不管我用什么方法，我都要再见到你。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为我这样奔波了。不只是我，你爹和你娘和我一样担心你。那我们赶快回去见他们吧。好。哎，宝贝女儿，看这木刻多漂亮！哇，你看多漂亮！你看，啊，哎呦，你怎么弄成这样啊？啊！我要报仇！哎呀，怎么了你？你疯了你？我要报仇！静静，怎么回事啊？小姐这几天老说这句话。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啊？哎，你看这木刻雕的多漂亮，可以保佑我们健康，保佑财源。呀！啊！喂，你疯了你？不管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我要报仇，我要让他们尝尽痛苦的滋味。哎呀，已花够了，你已经报了仇了，让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算了，好不好啊？我不只要曾经赢过，我以后还要赢。他们欺负我，他们欺负我啊！他们欺负你女儿啊！陈富贵把我害成这个样子，那你想怎么样啊？我要拿所有的钱去铲平避雨塘。啊，又要钱？用钱可不行啊，万万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我们要的是钱啊！我已经没钱了，被你和富贵花光了呀。
我知道了，富贵就是看上我们有钱了，然后就花光我们的钱，把我们的钱花光以后他就走掉了。我不管，总之拿我的钱去做无聊的事儿，这不可以。无聊啊，你知道这对我有多大的意义吗？哎呀，好了好了，我老了没钱了，如果你把钱花光了，我以后靠什么？我要当乞丐啊。乞丐不会的，我给你留了足够的钱。晶晶小姐，你自己看看，你一天需要花多少钱我都给你写在纸上了，我要用剩下来的钱全都拿来报仇。你要报仇？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我现在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小姐，姨花，小姐，你怎么办呢？你小姐，跟着他，跟着他呀。听到了没有？听到什么？我听到了。你们在讲什么呀？只有你们自己才知道。你们啊，安静一点，就可以听到桑叶在唱歌了。对啊，你们有没有听到？哎，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是啊，这嫩绿的树叶给风一吹，互相碰撞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多像在唱歌啊！我们很喜欢这种声音。请问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希望拥有我们自己的桑园，每天都能够听到桑叶在唱歌。嗯，你们的心愿达成了，现在我们桑种得好，蚕养得好，还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们呀？是啊，还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你啊？苏启凤，讨厌啊你，有完没完啊？你自己幸福就好了，老是取笑别人。富贵少爷，我想上次的事我们帮你不少，是不是？当然，如果没有你们帮忙的话，我也不会成功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什么好处啊？还有好处啊？阿炳，你和炳嫂都帮了我们很多，你们有什么条件的话，我们一定会满足你们的。这样吧，我给你们1000块好不好？不可以。那2000块吧，就当我们买你们的花。不可以。那你想要多少啊？你不要贪得无厌啊！其实我们并不是想要钱，只想要一份工作。哦，你想在这里工作是吧？哎，对对对，不止我，还有他们两个呢。哦，富贵少爷，今天早上那个梁以花叫我们来烧你们的桑园啊！啊！哎，我想他恨我已经恨得快发疯了，居然都这样。我们呢，不想在梁春和那个梁以花那边工作了。我老婆现在已经怀孕了。我们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承受我们做过的孽。好，我欢迎你。谢谢富贵少爷。哎，还有他们两个呢，我希望他们两个也能有份工作。哈，想不到你们两个还挺讲义气的。我们是真心来投靠的，请相信我们吧。我跟阿胜已经洗心革面，决心改过自新了。媳妇，你认为呢？富贵，还是由你做决定吧，你怎么做我都会支持你。那好吧，以后你们就在染布房里工作，不过别再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了，每天混日子了。是是是是是，谢谢少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是啊，我们好好干。今天啊，我们的桑园真的是太热闹了。是啊。富贵老板，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的来意，这个我可拿不了主意，你问他们吧。不用问了，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卧底啊？今天早上梁以花还叫阿炳来烧我们的桑园呢。不是，真的不是，我们这次真的是来投靠，这次是真心的。我求求你，请相信我们，哪怕没有工钱，只有瓦砖头就可以了，我求求你了。启凤，你来决定吧。富贵，怎么办呢？你自己决定吧，我一定会支持你的。西凤姐，我知道我以前做过那么多的坏事，我害过你那么多次，我求求你，我求你大人有大量，请
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求求你，哎，请相信我一次。秀莲，既然你都知道是以前的事了，那就算了吧。再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姐妹一场，我们冰玉堂的宗旨不就是女人要帮女人吗？谢谢七凤姐，谢谢，谢谢大家。你可记住了，这是你说的，你要再像从前那样，我们把你变成肥料埋到桑树下。那现在我们大家越来越人强马壮了，桑园是属于大家的，大家要记住，桑园好大家都好，大家都好。哎呀，你干什么？吓死我了！因为你太陶醉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什么都听不到，是不是？嗯，哎，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做否极泰来。以前呢，老是觉得生活太平淡没意思，现在啊，才觉得平平淡淡的生活是最开心的。嗯，是啊，我也觉得这里有着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啊，也一样美妙。哇，你歌声。不是啊，我是说小孩子的笑声啊。是啊，小孩子的笑声啊是最可爱的。不管你有什么烦恼，只要一听到他们的笑声啊，就什么都忘记了。不过呢，他们的哭声可就不太美妙了。那你喜不喜欢小孩子？喜欢，我当然喜欢了，如果家里没有小孩子多热闹啊。我希望呢有一子一女凑成一个好字，当然我也不介意有很多好字。喂，你当你老婆是头母猪啊？你最近胖了不少，你看看你真的越来越像一头猪了。你也看出我越来越像头猪了，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哦，我知道，心广体盘嘛，心情好啊，所以你就胖了。嗯，我知道你一定是最近猛吃东西。我问你啊，我看你经常都在吃东西，那为什么？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吃东西啊？哦，我知道了，你跟桑枝一样肚子里有虫。不是。也不是。那话说回来，你最近啊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了，我听桑枝说你那天晚上吃完的吐的一地都是的，你是不是着凉了？你有没有发烧？我看看。不是啊。为什么忽然发脾气啊？你最近还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都是你害的。我做什么惹你生气了啊？不止你啊，还有他。他？你说谁啊？我跟谁惹你生气了？你怎么那么笨啊？我真担心啊，他跟你一样笨。我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好吧，那就这样好了，我给你猜一个谜语，你猜出来以后呢，就会知道他是谁了。你干嘛这么麻烦呢？你猜不猜啊？猜猜，我猜，我猜。一个人受罪，两个人受罚，猜。嘿，出了什么事，我都会跟你一起同甘共苦的嘛。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真的是很笨，好好的想一想嘛。哎，富贵哥哥。你放心吧，刚才齐凤给你猜的谜语呀，我一定能猜着，真的，我那么聪明，一定能猜着。你放心吧，来，来呀，来呀！来，看见现在的永泰祥呐，可真是感慨万千。虽然赶不上以前的规模，但是比以前呢。多了一样重要的东西。陈老爷，是什么啊？我知道，就是团结的力量。对，没错。以往呢，冰玉堂和永泰祥就是一对貌合神离的情人一样，可是现在可以说是天地合一，心灵相通了。我也会心灵相通就好喽。哎，七姑啊，你在说什么呀？七哥姐姐刚才出了一个谜语，我猜了半天都猜不着。富贵哥哥他也猜了半天还是猜不着。小七啊，你说出来让大家帮你一起猜。对，说啊。行，那我猜不着，富贵哥哥也猜不着啊，真的。来，说出来。这么热闹在聊什么呢？你说出来，我帮你猜。你说出来呀。
那我说给你们大家听好不好？好好好好。哎，哎，我告诉你们，他说那个一个人受罪，两个人受罚。哎、小七，小七，小七，无聊的谜语，来来来，吃点心，大家不用猜了，不用猜了。七姑，你别那么紧张，坐下来吃点东西吧。好。媳妇，吃块绿豆糕。哎，我不吃这个。你不是喜欢吃绿豆糕的吗？绿豆糕太寒凉了，我不能吃，我吃那个。一个人受罪，两个受罚。绿豆糕寒凉。啊、哦，七凤，你不会是怀孕了吧？嗯、一个人受罪，两个人受罚。哦，你故意在暗示我呢？啊！真的吗？我的富贵就要有孩子了，我真的快要做爸爸了。你快要做爸爸了，还这么笨呢？我是个笨爸爸，不过没关系，有个聪明的母亲就行了嘛。不笨了，你可以让我们冰玉堂最漂亮的女人怀孕，你笨吗？对对对对。其实我本来不打算让大家知道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怎么不是开心的事？这简直是天大的喜讯，对吧？是啊。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我是冰玉堂的苏启凤，我不是寻常人家的太太，现在我有了孩子，那不是犯了冰玉堂的规条吗？我是要被罚进猪笼的。根据冰玉堂规条，我跟男子私通，现在又有了孩子，两罪齐发，简直就是犯了天条。说的是，我们一定会惹来闲言闲语的。不过你放心吧，启凤，我会跟你一起去面对的，大不了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吗？怎么，你们两个要私奔？嗯，这个吧。是啊，就是因为这个。对啊。去了，烧了啊！烧了，烧了！金科玉律给烧了。哎，你们说了要那规条的话，启凤姐姐就不能有小孩子。我那么喜欢小孩子，我把它烧了以后，冰玉堂和启凤姐姐就可以有小孩子了。可是七姑，如果冰玉堂无法可依，你不怕我们会胡来吗？哎，那冰玉堂的规条是我写的，以后我可以重新写嘛。对对对，这下好了。七姑，你为了我把规条都给改了。哎呀，规条是死的，启凤姐姐你是活的，当然要为活的着想嘛。七姑，你真是深明大义啊，而且明白事理，而且和蔼可亲。你们别夸我，你们都说我不讲理，说我横。你要是不凶的时候啊，还是十分可爱的。我明白，七姑呢肯定是知道自己会变凶，所以趁着现在还是和蔼可亲的时候啊，就定了新的规条。还是快当父亲的富贵哥哥最聪明啊！三只啊，哟，你写什么呢？陈大差、陈小差、陈富差，谁呀？什么什么差呀？我写的是陈大军、陈小亨、陈富安，他们都是谁呀？你孩子的名字啊？我孩子的名字。哦，因为我识字不多，所以不认识的字我就用叉叉来代表。你怎么比孩子的爹还紧张啊？那当然了，我是他的姨姨啊。哎，对了，我看你写的都是些男孩子的名字，为什么？对啊，因为呢，你的肚子是尖的，我娘说肚子尖生男孩。胡说八道。我肚子现在这么小，怎么看得出是圆的还是尖的呀？哎呀，你相信我了，总之没错的。好吧，那以后啊，给孩子取名字的重任就交给你了。真的？嗯。苏启凤，你看你现在多幸福，好羡慕你啊。是啊，我现在是挺幸福的。那你呢？有没有决定将来你要生一个陈小芝啊，还是宋大桑啊？你说什么呀？我哪有的选择啊？为什么不可以啊？我都已经自己选择生孩子了，你为什么不可以选择自己走自己的路呢？你跟富贵的事呢就比较简单，只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或者现在多了一个，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是三个人的事啊。我看不止吧，是四个人吧。所以算了吧，反正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陈老爷。哦，三只姑娘也在这儿啊。你们忙吧，我先走了。陈老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啊，你先坐。这个送给你，这是当年家康和翠巧成亲的时候买的，等他们有孩子的时候要送给他们，可是这些年他们也没有生，想不到为我生第一个孙子就是启奉你呀。陈老爷，这太谢谢你了。可是我跟富贵还没有成亲呢。应该道谢的人是我，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因为呢，你这些日子一直待在富贵的身边，就算他变坏了，你也没有离开他，还鼓励他改变，让他重新做人。陈老爷，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富贵本性纯良，还有，这是您教子有方。富贵，看来我该走了。富贵，你看，干嘛？干嘛那么害羞啊？我一时不知道怎么面对，已经不是青梅竹马的玩伴，我和你又不是仇人，我和你又不只是心上人那么简单，我不知道该怎么叫你好。傻瓜，那你就叫我启凤好了，一直都是这么叫我的吗？今天情况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你是我的老婆了。我叫你老婆好吧？当然好了，老公。能不能让我摸一摸他？摸一摸？他还这么小，感觉不到的。感觉得到，我感觉到血脉相连的震撼。他是唯一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啊。老公啊，那你希望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我希望她是个女孩子。为什么？整个锦绣村的人有谁不知道女人最厉害啊？谁都害怕女人，男孩最后还是会被人欺负的。你说如果生女孩的话，可以和你一样那么漂亮，一样聪明。其实啊，生男孩生女孩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像你一样善良，处处为人设想，做事有原则，还很坚持。哎呀，你呀！哎，想什么呢？今天这么值得高兴的日子，你却在这儿闷闷不乐的。一定有什么心事吧？我哪像你呀，有那么多心事，我只是在看月亮而已。看月亮呢也没有用，因为月亮不会了解你的心事，只有我才了解。不要说这些事了，我只是在想啊，上次看到月圆的时候是我们最艰苦的日子，没想到这次看到月圆大家就真的大团圆了，我只是有点感慨而已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大家伙都大团圆了，就差你和我了。神经病！你把它吃了吧，你一口我一口，那么我们也一样能大团圆了。你又在搞什么鬼啊？我呢？三只。哎，三只，这么巧啊，你也吃梨啊？啊，是啊，我呢？三只啊，给亨利吃，让他们一人吃一个，来。喝我这碗爱心莲子百合糖水。家宝哥，你懂什么？梨呢是不可以一人吃一个的，只能两个人分享一个。吃梨呀、啊、哪那么多规矩啊？这不是规矩，亨利说过，如果你愿意跟那个人分享一个梨的话，就代表跟那个人永远都不分离。分离分离，对，应该要一起吃，不可以分开吃的。亨利，你真有意思啊。
亨利不是有意思，亨利是一个懂得浪漫的人嘛。哎，幸好我这碗爱心莲子百合糖水也不差，我听人说过，如果咽一口，两个人就会永远甜甜蜜蜜的。来，小智，来喝一口。喝一口。哎，齐芳，齐芳，齐芳，你干嘛？我来工作的。工作？是啊。你的工作岗位啊，在那边。什么？富贵早就在那等你呢。走啊。啊啊。好了，你以后就在这里工作，你看管我们，你是我们的管工。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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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晒着了啊，热呢，就扇扇扇子啊。来，来，先喝杯茶，先喝茶，我替你扇扇扇子啊。来，哎，他们都辛辛苦苦的工作，你却叫我在这休息，我不太好意思。你的责任重大呀，就是要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嗯，对。哦，还有啊，富贵说了，只要呢。我们认真工作，加倍的努力，还有就是加倍的照顾你，他就会给我们加工资的。所以呢，我们为了你，为了钱，我们会好好工作的。我现在是怀孕，又不是生病，再说这点工作也不累嘛。哎，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啊，不许乱说话。摸木头，摸木头，快点，拜拜拜拜拜拜，别乱说话。呀，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迷信了？那我告诉你啊，在孩子生下来之前呢，我都会这么迷信的。我跟你讲啊，其实怀孕啊比生病更加需要照顾的，所以啊你就在这里看看桑园风景就行了。是啊，是啊。你不想坐在这里呢，我就陪你到处去走走。我看你们还能好多久。好了，我们不打扰他们，去工作吧。嗯，好好好。哎，梁以花，你这个破坏大王，你在那儿干嘛？怎么，我就要破坏你们，破坏你们，我什么都要破坏。梁以花，如果破坏那几根小树能让你泄恨的话，那你随便啊。你尽管破坏好了，你破坏我们的花种，破坏我们的蚕种都无所谓的，反正我们已经留了花种，自然会留蚕种。哼，梁以花，你已经破坏够了，快走吧你。陈富贵，缩头乌龟，你有什么过来跟我单独说话？哎，富贵，你不要去，你看着起步，我去。哎，看起来他已经变得疯疯癫癫的，我过去看看他吧。哎呀，我们要教训教训他的，如果不教训他，他以为我们好欺负，天天来捣乱。走，走。陈富贵，你果然是缩头乌龟，你就不敢过来跟我单独说话，还要几个臭婆娘帮你。陈富贵，谁出手没关系，最重要是把你打成骨头。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好了好了，够了够了，不要再打了，别打了，别打了。锦绣村的人怎么说我们父女两个人呢、啊、他们说我们做生意不择手段，就会那些吃喝嫖赌臭坑蒙拐骗偷奸懒馋花油，15个罪状都被他们给数出来了呀。现在没人跟我做生意了，我没信用了，没生意做了，你知不知道、啊、你有没有生意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要钱，我要钱，给我钱、啊、哎呀，你别吵了。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情况，2个月没人来当过一样东西，也没有卖过一样东西啊。2个月来，我一毛钱都没有赚到，一分钱也没有赚到，你听到没有？赚的钱是你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仇，报仇，报仇！你就知道说报仇，所以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给我听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再惹是生非了，我可对你不客气了。晶晶，过来，老爷，看着小姐。好，出来我就唯你示范。你给我快点的呢。周老板，希望以后合作愉快。未来五年就看你们尹泰祥的丝绸了。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出上乘的丝绸给你们的。周老板，今天的尹泰祥和以前的可是不一样了，丝绸的品质也比以前更好了。我当然相信你了，陈老板。那我们干一杯，预祝合作愉快，祝周老板您生意兴隆，那么尹泰祥也就生意兴隆了。周老板，今天除了想跟您谈合作的生意之外呢，还有件事想要拜托您的。你尽管说。我跟我爹呢打算在省城那边再开一个分店。我们知道周老板在省城是交友广阔，所以今天唐突请教关于在省城买地的事情。哦，买地的事情我不是很在行，不过我可以介绍我的朋友，那没问题。哎呀，那就麻烦你了啊。别客气，丝绸的事你帮我办妥，我有事先走了。好好好，再见。好。周老板，哼。哎，剑哥，富贵。啊，好，坐坐坐坐坐。岳父大人，你有什么事？啊，富贵，我真的很高兴啊，今天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听到声岳父大人，你真是重情重义呀。岳父大人有什么事不妨直说吧。是这样的，建哥，之前我和富贵呢跟你有一些误会，所以一个不小心呢就买了你的大宅还有你的地。岳父大人，我跟我爹已经没事了，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再说我们又是亲家，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他了。哎呀，谢谢建哥，谢谢建哥。建哥大人有大量，既往不咎，我也不枉此行。我今天带了人参送给你和嫂子，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哦，太客气了啊。你可以放心，我娘的病已经好了，我爹现在也身壮力健。哎呀，别这么见外啊。富贵啊，我今天来找你是不希望陈家和梁家的交情因为之前的误会而遭到破坏，至于以花那边，我已经好好的教训了他一顿。以花其实也是一时糊涂而已，前几天冰玉堂的女工也曾经教训过他，还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该教训，因为啊，她是我的女儿啊，我很了解她的个性，她就是那个翻杆灯笼，照远不照近，从来不听我的话，就得外人教训她。岳父大人，你是得好好看管以花，要不然的话恐怕她以后早晚会出事。哎，我会做的，你放心，我会管她。我今天呢带着诚意和歉意来的，我想请问两位要用什么方式来补偿给你们呢？这样好不好，你把陈家大宅卖回给我们吧。因为那里有我们一家人的回忆，还有桑田呢是我爹一生的心血，我希望你可以还给我们，我们已经十分感激你了。哦，小事一桩，我会尽快把大宅还有你的桑田还给你们。我其实不是真的要你还，这两个地方是你赢回来的，我们用真金白银向你买回来，这样才公平。哦，也对也对。哎，建哥，你随便开个价。价钱不是问题，关键是你要卖得开心，我买的也开心。哦，对对对对对。我会尽快把地契田契找人专程送到你们府上，最重要是大家开心。况且这两个地方就是属于你们的嘛。啊，爹啊，我们快点带娘和二娘回陈家大宅，我想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好，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
无论这里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呼吸一口空气，都会觉得很舒服的。哎，从小在这里长大，现在才知道这里有多好。不管怎么说，失而复得才是最美丽的。可是我担心啊，我们这个房子会越来越小的。能够再回到这里啊，才发现家里还是最舒服，而且啊，将会是个热闹的家，多了启凤，多了孩子，以后会不会多了亨利呢？哎呀，富贵哥，你瞎说什么？兜兜转转又兜回来了。哎呀，我们现在是多了启凤，多了亨利，要好好的珍惜呀！啊，家宝啊，你的年纪也不小了，这富贵啊，成家立业了，你呀、啊，加把劲儿啊！娘，你放心，我已经在努力追回以前失去的了。啊，爹，嗯，我和你进去看看。好，到里面看看去。妈，我们也进去看看。好啊。未来妹夫，我们就快是一家人了。小舅子有事帮忙，你会帮忙吧？你有什么要帮忙？是关于桑枝。哼，我看我是帮不了你了。怎么会呢？我想除了启风之外，你是最了解桑枝的了。那我尽力吧，不过我真的不一定能帮得上忙。啊，我想知道桑枝喜欢什么花，喜欢吃什么东西，喜欢去哪里，还有他喜欢玩什么。你问这些干什么？实不相瞒，我想向他求婚。求婚？你干嘛这么紧张？我不是向碧珠求婚。你向碧珠求婚，我才不紧张呢。你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碧珠是你的亲妹妹，你怎么能向她求婚呢？嗯，桑枝她是我的假老婆，我们情同兄弟，我当然替她紧张了。我知道我没问错人。可是你连桑枝喜欢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向她求婚呢？我知道我曾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好的。拜托啊，求求你帮帮我，快点告诉我，说啊。好吧，嗯，桑枝喜欢的是菊花，最爱吃的是田鸡，最喜欢去的地方呢是黄家村，最喜欢的运动是爬树。哦，桑枝的喜好挺特别的。喂，你们两个神神秘秘说什么呢？没什么，好了，不烦你了，谢谢你好妹夫。走吧。哎，我现在以冰玉堂掌门人的身份，我跟大家说一件事啊，你们都听着啊。那个，我现在要修改冰玉堂的规条。原来的第四条是说那个应视男之为类，与男割席断交，一生永远不许婚嫁。咱们现在改成这样的啊，应视男之为朋，可与男人交往。谈婚论嫁，女人呐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了，好不好？好，好，七姑，哎，你真的为了我把这些规条都给改了吗？哎，也不是为你一个人呢。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冰玉堂啊，所有的女人。哎，咱们冰玉堂过去好像没有小孩子。如果有一个女人大着个肚子在冰玉堂就这样，那人家会不会说闲话的？那七姑你打算怎么做呢？你不可能不让人家知道启凤有了我的骨肉的。不是，我要大家都知道，我要锦绣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啊。七姑，我还是有些不太明白。启凤姐姐，我叫你脱离冰玉堂啊。啊，我从七姑脱离冰玉堂，但是从没正式做过仪式。那没关系嘛。你知不知道啊，以前咱们冰玉堂啊有什么事情好像都要到雷祖庙去开什么大会，是不是啊？是是是。对对对，我们到雷祖庙开个大会，宣布启凤姐姐脱离冰玉堂。好，七姑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啊。七姑，你看你小小年纪就已经有大将之风了。七姑啊，那桑枝可不可以脱离冰玉堂啊？哎，启凤姐姐可以，桑枝姐姐当然也可以啦。谁说我要脱离冰玉堂的？我？你脱离冰玉堂就可以嫁给我了。啊，他向她求婚了。
桑枝，你愿不愿意嫁给我？我是认真的，你嫁给我吧，我为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田鸡。我最讨厌吃田鸡了。那我带你去黄家村玩。我是从那边来的，我最讨厌那边。我带你去爬树。爬树？嗯，我最讨厌的就是爬树了，我不要。这样啊，家宝啊，看来你很了解桑枝，你完全知道他最讨厌的是什么。这些都是亨利告诉我的。哦，是吗？桑枝啊，那这么说，了解你的还真是另有其人呢。桑枝啊，我想多了解你一点好吗？你是不是需要考虑啊？可是，这不是考虑那么简单的问题啊。那是什么问题啊？我，说啊。我不知道啊。桑枝姐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大夫说，我还有八个月就要当爹了。那么，我还有八个月就可以当干娘了。亨利一定要做他的干爹啊，教他染布。那好啊，我就教他染出最漂亮的布。亨利教孩子染布，那你做什么？我陪你啊。富贵，你现在嘴巴越来越甜，越来越会哄人了。我还以为不够甜呢，尝尝看。没正经的。富贵少爷，你还记得我吗？哦，我记得你，以前你在永泰祥做搬运工人的是吧？你真好记性，富贵少爷。你现在在这里卖白糖糕啊？对啊，来，请您吃一块。啊，谢谢。嫂子也来一块吧。谢谢。你不是冰玉堂的大姐吗？是啊。冰玉堂的女人不是，人会变，月会圆的嘛。冰玉堂都变了，我们早晚都要结婚生子的嘛。来来来来来，启凤就快成为我老婆了。恭喜凤贵少爷啊！那我是什么人？小姐，梁女花，又是你这个破坏大王！破坏大王怎么样？总好过那些专门抢别人老公的贱女人。小姐别吵了，我们回去吧。陈富贵，你别忘了，我才是你明媒正娶。大门花轿过门，拜过高堂，拜过天地的妻子，你现在居然跟他在这儿。以花，你不要在市集里面吵吵闹闹的，留一点尊严给自己可以吗？我是你老婆，我才是你真正的老婆。那个女人死缠着你，她才没有尊严，不要脸。小姐，苏慧芳，小姐，别跟你说了，放开我！放开我！苏心芳，小姐，你等着，我早晚有一天让他们在我这里。喂，喂，你干嘛摔我的碗呢？我让你赔钱给我。赔？赔什么赔啊？你是什么破碗？一摔就碎了。哎呀，你这个疯婆子！